好，来继续欣赏我们玉琴带来的歌。来，航海这首歌就像我们的相逢一样，这么巧合。是上天为你这样做，你却看到我。我只我没有见过你，你没有见过我，这样的机会不难过，只能想象我在我身上一起不是否和你在见面，谁都不敢说。谁都不敢说，我们精彩的节目来自我们的明星，我们的活动企划行销团队，来接下来交给我们非常专业的主持人，我们的梦妮。